嘉义市舞蹈运动协会伫咧十七号是来举办第七届嘉义市特色杯全国舞蹈公开赛暨台湾 AL 国标舞巡回结婚嘉义站的活动，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舞林歌手工厂来进行交流，相当精彩的舞姿是获得高场民众的喝彩。嘉义市市长吴明辉嘛亲自到场，为所有参赛的选手来加油打气。第七届嘉义市特色杯全国舞蹈公开赛暨台湾 AL 国标舞巡回结婚嘉义站十七号盛大登场，来自全国的地震一号各种小学和民间社团、嘉义舞蹈运动的民众聚集在嘉义市，互相来交流舞技。嘉义市长明辉亲自到场为选手来加油打气，也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2021年台湾设计展，感受嘉义市人文城市的魅力。虽然霸王级的寒流来，但是抵挡不住我们爱好运动，尤其爱好舞蹈的魅力。我非常感谢嘉义市舞蹈运动协会，他们所主办的陶成杯全国舞蹈公开赛，而且还是我们国标舞的全国公开赛，第一个积分站就在嘉义市举办。我们看到来自全国各地有800多位的选手们，他们的优雅舞姿，我想在这国标舞的场域里面可以看到非常漂亮。虽然寒流来，但是今天还是出了大太阳来迎接所有的选手。更感谢我们主办单位的用心，让我们所有的选手们有一个最好的平台，大家在这里激发每一个人的能量。所以我想在这里感谢我们舞蹈协会蔡理事长、王总干事他们的用心，也期望大家多多运动，让大家身体更健康，更有免疫力，才能够安居乐业。舞蹈运动无分年纪和性别，是真侪民众拢真喜欢的运动种类。嘉义市舞蹈运动协会举办特色杯全国舞蹈公开赛，后来自全国的民间团体、大专院校、各种小和幼稚有互相交流的舞台。嘉义市政府强调，未来嘛将会积极和民间团体共同推动比赛，对市辅导民间结合各界资源，和嘉义市正做是舞蹈运动发展的重要指导。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帅嘉义市采访报道。旺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TV 数位电视。